现在大家都很喜欢瘦身，天鹅瘦身以后会变什么？什么？鹅太不成功吧？鸭子也不太成功，鸡也还不够成功。天鹅瘦身以后，如果变成北岭蜥，成不成功？成功的你，那个那个腿有多细，对不对？台湾民谣北岭蜥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世界最有名的大提琴曲《天鹅》。身为台湾人，我们应该也可以把自己的民谣，同样用大提琴跟钢琴表达出来，这个我们的旋律属于台湾的北岭蜥，听听看。名称叫做《抗议莫扎特》，莫扎特是谁？音乐神童莫扎特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我很大胆，对不对？我感觉我们写了一首曲子来抗议莫扎特，因为大提琴的音色美不美？还不错嘛，对不对？刚刚听起来还可以哈、哦。莫扎特没有帮大提琴留下任何一首曲子，所以我在2006年那一年，那个他。250岁生日的时候，我火大了，我们就写了一首抗议莫扎特，而且用台湾人的声音跟莫扎特提出抗议，两个台湾人的声音。莫扎特写的很有名的一首曲子叫做《土耳其进行曲》，哦，那我们现在要用两个台湾的声音跟他同样，钢琴在弹《土耳其进行曲》的时候，我要用这个台湾人的声音跟他提出抗议，而且。他写的既然是土耳其进行曲，我就用波斯市场的音乐跟他呛香一下，听听看抗议莫扎特。
我不是那么大胆的，我哪敢那个对莫扎特提出抗议，可是其实过这种的抗议，我觉得你如果以后就算对你的爸爸妈妈有什么不满，你就写一个作品跟他提出抗议，我觉得你爸爸妈妈应该会觉得蛮了不起的才对哦。这样子的抗议模式应该还不错哦。好，今天非常高兴跟你们分享了古典音乐，最后我想用一个故事跟你们做一个结尾，因为有一次有一个有声出版社的老板来找我，问我可不可以把我的 CD 的音乐让他使用，刚刚就是我刚刚演奏那首《天鹅》，我就问他原因，他说他出了一套有声书，访问了一些名人，其中有一个是邮政医院以前的一个院长，那他这本书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问这些人一生影响他最重要的事情，结果这个院长回答的是古典音乐，那个作者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古典音乐？那院长说，他偶然的一次机会听到我的演讲，开始喜欢古典音乐，开始着迷古典音乐。他后来还得到了癌症，你不知道癌症这个病，哦，很痛苦。到末期、中期的时候，他说他跟那个作者讲，还好有古典音乐伴随着他。我很希望从今天开始，古典音乐也许也可以伴随着各位同学一生，谢谢。